说曾经的四大流量，想必大家都知道，那就是鹿晗、吴亦凡、李易峰、杨洋。在当年娱乐圈的资源可谓由这四人霸占着，在其中鹿晗又可以说首当其冲，而其他三人的粉丝们也都不甘示弱，除榜刷票都是常见的事。而随着新人的崛起，几位顶级流量的位置也渐渐不保，从如今的很多数据看，几位的名次也都下降了很多。李易峰忙着转型，杨洋还端着偶像包袱，鹿晗忙着谈恋爱，唯独吴亦凡还能打一些。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，最令粉丝接受不了的就是本引以为傲的颜值都陆续崩坏，李易峰变胖，鹿晗脸部僵硬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，失去了最得意的武器，也就不得不导致粉丝被其他人带跑。而唯一始终颜值在线的就只剩下吴亦凡跟杨洋，尤其是吴亦凡的颜更是迷妹们追捧的对象。但不得不说，不管是身高身材还是长相五官，吴亦凡是真的帅。而近日吴亦凡健身某品牌活动，在现场流出的无 P 原图中，仔仔却发现吴亦凡居然也胖了，不但衣服松松垮垮，连手臂的线条也都丝毫没有，脸部也是没有了以前的紧致，完全跟以前的形象相差太多了。与之后官方放出的精修图对比来看，相差简直不要太多。其实早在前一段时间，吴亦凡就曾被吐槽一胖回所有，在参加活动时不但脸部显得有些肿，连裤子也撑得紧绷，完全没有了以前高挑的身材。对此